臭臭，说祝你21岁生日快乐，and then 学业猛进，快点回来找到一个老婆，然后可以找到你要的工作啦，就这样子，拜拜。Can we take a little time? Back porch in the rocking chair. Leave the light on, I'll be meeting you out there. Reminisce every moment past, all the times we shared. You and I grown old together, we stood and faced the weather. One thing I know, you are my soul. Got a life ahead of us, we're gonna take it slow. Little things you do, I love about you. Hold you close like the day we met and watch our lives unfold in the sky tonight. And the stars will tell our story, no doubt in mind tonight. And I just know there never will be, it's a beautiful life. A beautiful life. Morning, underneath the shade of an oak tree, colors on the leaves are changing, seasons moving endlessly. 21岁生日快乐，然后祝你越来越瘦了，然后像初三这样子啊，刚进来的时候这样，现在这样啊，然后就瘦自己，然后健康一点啊，健康一点，然后平平安安啊，平平安安最重要，然后。开心上学啊，然后你在台大应该是蛮开心的，看到你啊，然后当然是你最想要的女朋友了，祝你找快点找到女朋友啦，不要太 dry 啊，你真的是，到最后找男生就惨了，像欧文哥这样子，我认识几年了，五六年，不错啊。友谊永固啊！Stop talk. OK. Yo, 明强 ，Happy birthday. 今年是你21岁的生日 ，So 很遗憾没有办法帮你庆祝。不过没有关系，这里有一个 video， 然后我会放几张你以前靓仔的照片，以前瘦的照片，搞笑的 ，acute 的，跟我们的合照了。So， 很遗憾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一起庆祝你的生日，也没有办法送上我们的礼物。So， 等你回来，我们最多再补办一次。OK， 当然了，生日一定要祝你几个愿望，肯定一定要祝你立刻找到一个女朋友啦，还要 dry 几久哦。然后，因为我找了照片，发现哇，原来我们有很多很多回忆啊，不，你会不会也想起来 ？By the way， 希望你 enjoy 你的 birthday 跟这个 video， bye。嗨，明强，还记得我吗？明强，先跟你讲一句21岁生日快乐，终于都21岁生日了啦，大个仔啦，唱声滴啦，因为你现在在台湾的关系，所以很遗憾的不能跟你出来一起庆祝生日 ，but then， 还是要跟你讲一句生日快乐啊 ！Intro 的 video 还是要跟你讲，感言呐、其实也没有很多感言啦，生日都年年都有，可是比较老套一点的话就生日快乐哦，身体健康。你在江源读书，怎样都是健康比较重要的，
但是可以的话也希望你学业进步，读书读好了，来然后找个女朋友，这样21岁了啦，不小了啦，多几年就20多岁了，可以结婚嫁人了啦，如果你找到女朋友的话。真的很久不见了，也希望你21岁生日能跟朋友一起玩过得开心，然后当然也希望你快点读完，有机会的话放假回来，或者是快点读完快回来见一下我们啊，就出来一起吃个东西，这样类似这样的东西。So， 还是希望你能健健康康，也学进步，身体健康，讲了又讲，快点找个女朋友，还有记得减肥啊，有机会大家拜拜。我电话拿了吗？啊？我电话。妈的，就在那边。你不是拿这？没有吗？啊？没有吗？喂，在玩呢。真的？林强，俊逸的电话。哎，懂的。拿这好像。是啊。帅。给他找啊。快快收一下电话出来，电话了电话，安息大气的样子。上头先啊，违章没有哎，拿来有没有拿，哦厉害哦。哎，明枪，你有什么掉？你的包皮子掉了。哎，车、啊。刚刚你怎么了？我问明枪吗？在哪里哦？找到你的台妹啊，然后有机会你可以带她来马来西亚，介绍给我们这些 brother 认识啊，然后也是出来喝下茶啊，聚一聚啊，我们这些 brother 会在马来西亚等你回来的哦，然后希望你在台湾可以过得很开心哦，也在你的大学可以过得很充实，希望你身体健康，然后你还记得你去年的6月帮我庆祝我的生日没有，然后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帮你庆生的，你放心，然后希望你早点回来啊，然后还有一首歌我要献上给你的，就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走不了的早点回来哦，等你。明枪21岁生日快乐，虽然你人在台湾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庆祝到，但是我们的生日祝福还是会送到的，不知道你最近在台湾过到怎样，当然是希望你过到快乐啊，但是如果你不快乐的话你一定要来找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东西笑，才有机会去捉弄你，虽然每一次都是这样笑你捉弄你，
但是有哪一次不是到最后事情都是从这样子笑你捉弄你当中把你解决掉啊，还是弄到你比较开心这样。还有就是希望如果你有梦想，你就坚持你的信念，一步一步去实现它，然后希望你的生日愿望会实现，然后还有早日收集到你要的那套悠悠卡。生日快乐。嗨明强，我想在这边跟你祝一声二十一岁生日快乐。我不知道讲什么，不过就男生跟男生你都知道啦，我们比较没有这样流行这些东西。不过俊逸叫到我帮忙录这个 video 来跟你讲一声生日快乐，而且想问一下你最近不懂过得怎样。我只是希望是说好像以后可能我会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就来找你，还是说以后我们回来的时候见个面喝个茶，我觉得也不错这样子。啊，文静，可是一讲话的时候就很有道理，好像讲很爽，很有道理那样，养狗们养狗那样东西这样。我第一次讲这种录这种 video， 我觉得有点奇怪 ，but I tried， so 祝你 happy 21st birthday and。I will see you when I see you. Okay, bye. For your love I was lost, drifting at sea. You were the beacon I followed home. You were the one who rescued me. You said it's all yours if you dare.读台大哲学算啊，很屌啊，台大哦，对吧、啊？还臭没有你现在，你有没有想一点？哇，嗯，像我们两个现在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啊。不过，嗯，如果你要东西的话，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寄过来给你啊。对吧、啊？芳香剂啊，还是什么除臭剂啊，那些东西，对吧、啊？香水啊。还是什么的，如果你以后有心事啊，可以跟我讲哦。对啊，我的心理学可以帮你辅导。嗯，对啊，我知道我们都很忙，不过，嗯，只要有机会，我们两个一定可以视频聊天还是什么的。如果以后我去台湾，我就找你玩了。对，你现在几岁啊？21岁嘛，对吧、啊？考车牌没有？对啊，去拿车牌，驾车。啊，生日快乐！嗨明强，祝你21岁生日快乐。这个 video 都是大家的第一次啦，包括我在内也是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 video 啦。剪的过程中有一点赶啊，大概用一天多的时间来做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不要见怪啊。然后，我个人是觉得21岁的这一个生日是非常重要的啦，因为其实一个人活到
二十一岁要过这个十九二十岁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啊。然后又想不到什么方法帮你庆祝，又不懂要买什么东西寄过去给你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哎，录这个 video， 把大家的心意全部放在一个 video 里面，还不错的，甚至还值得纪念过金钱物质上的东西这样子哦。嗯，首先感谢你在中学的时候帮我这样多啦，就是可能叫我补习啊，叫我数学啊，叫我社交历史啊这样子，然后你又时常借书给我看啊，然后跟了你那么多年啦、真的会自我提升很多了，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嘛，非常爱看书的人又很求上进这样子，不过人就有点呆板，那很容易给人家利用啦。我想说的是，朋友最重要啦，无论你都好还是云阳伟强汉文都好，这一群能够今天能够成为好朋友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你尝试去到外面社会来说，你在大学你要找到这样的朋友不容易，你出到去社会你要找到这样的朋友其实很不容易啊。我们这一 gang 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每个都有他们很特别的个性，伟强、晶晶，然后突然又喜欢咖啡摇这样，然后打击很厉害这样，云阳很精可是运动是超强的那种， you know， 就是我觉得这一群真的很特别，所以我还蛮看重你们这一 gang 的，因为非常的值得去珍惜啦。然后之前云阳、汉文、伟强、天荣、文件谁都好啦，英豪都好，他们都有讲要你找一个女朋友啊，减肥啊那种，我是绝对不会讲这种话，因为这个是必须的，这是一定要的，所以自己识做啊哈。然后我想讲一些比较其他人没有讲过啦，就是你是家里的长子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抗压能力一定要很强哦，很快的你就要担当整个家庭的这一个责任了，所以你的成功速度一定要快过你父母老去的速度，这是我想说的。因为你只要稍微想一想你以后出来要做什么，单单这一个吧，你就会长进了，不是讲你不长进，只是想说以后的路真的不简单走，要面对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多到你无法想象。最后祝你学进步，然后最后祝你 Happy 21st birthday，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啦，希望你一切顺利啦。